我来武汉其实才一年多一点儿，但我一个人都不认识。我是通过狗认识了很多朋友。我当初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想让我自己的狗跟别的狗一块玩，拉那个活动群，群里人越来越多了，开始组织遛狗嘛。从5月初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就是想带狗去学校里面打个卡，开始去了几个学校，然后同学就很热情。大学生可能更偏向于女生居多一点吧，对于小动物的这种喜爱，平常可能学业压力稍微大一点，跟狗一块玩吧也比较放松。狗也其实也挺聪明的，也比较通人性。每个狗的性格它不一样。有的小狗就是比较妈宝，大学生就根本就牵不走那个狗，一步三回头，然后被退回了。我下半年也要去学一下训犬，我希望就是学到的这些知识啊，这些东西可以给群友平常日常答疑解惑呀，怎么去训练，怎么去好好的去养这个狗。